站在大明的军旗下，在日月山河的照耀下，将与敌军主力决一死战。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，有自太宗皇帝起，五次北征，三代将士泼洒的英雄血，此刻他们就在天上看着我们呢。 对面的敌军握着弯刀，他们做梦都想把我们的尸骨埋进他们的牧场，毁我他们的土地，摧毁我们的房屋，践踏我们的土地。100年前他们就这样干过，现在他们又来了。我不管你们怕不怕，我们没得选。 一旦退后，我们的老祖宗会在地底下抱头痛哭，因为他们的不孝儿孙因为胆怯沦丧了他们用鲜血换来的土地。一旦后退，你们的妻儿老小将沦为奴隶，终生饱尝欺凌之苦。 走！杀！杀！
菩萨保佑，母子平安，快去禀告太后，一定要赏钱。皇帝，我率领达达部、兀良哈部、阿鲁台部向大皇帝请降，望大皇帝恩准。朕接受你们的请降，愿长城内外亲如一家，不喜兵戈。皇帝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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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第三尺搜了一遍，里面的东西还是等皇上身体好了再看。皇上，怎么伤得这么厉害？朕手上的事情不得张扬，只能你和樊冲知道。告诉杨世奇，让他准备好草药、帐篷和牛羊。恩赏给各部落，辛苦一趟，一手送到牧民手里，告诉他们护士的意义，要不然这一仗白打了。皇上，恩怕是伤到了肺，不要再讲话了。皇上，
遵旨就是。